团就团迷的。我就打团。Million 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真贱呐！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吃兵，不让我吃兵，你也别吃兵。哎呦！我六个兵，他十一个兵。怎么一段 Q 都没中呢？这小子怎么不交技能呢？First blood。是选个什么英雄能让这种鳄鱼加包女不能强杀你呢？回回这样啊，就是只要有鳄鱼三级塔下必越你，特别恶心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我给你线儿，给你推过去。아군이타겠습니다나괴인那好像无解，这俩英雄晕住必死，只要流怒晕住必死。你如果跟他拼，他就从前面来；你如果不跟他拼，他就从塔后来。你怎么玩你都死，可他妈膈应人了。
感觉啤酒人行哈、啊，啤酒人，确实啤酒人是可以，但我又不是销户。三包一，爽吗？鳄鱼，完了，下路就包了。下路维鲁斯死的是真惨呐、啊。完了，这包底可能又来了。啊，还好，他把晕用了，这说明包底没来。这我就不要了啊，这银头。马皮咱也不吃了，回家吧。这把的人头给福爷哥多是肯定可以的。我们这建模随便混吧混吧，我主要就是为了这对线好打。要不整个别的英雄跟着鳄鱼玩，不好打。
这波好像不能打了呀，传了也没有用，不传了啊。1325，我就跟着乐于 farm， 俺俩就 farm， 哪地方要支援我们就去，努力根本不用去，去了也没有用。因为下路来的太慢了。你回家了，那我可推了啊！这鳄鱼先让我们耗回家了。我们胜利了，先把他耗回去了。这波是我们赢了，可血战俘了。他妈把我大打没了呀，这怎么整啊？
偷袭。哎，可以，这波一换二可以接受。没用我，为什么没用我不说？大招换大招呗，没有关系。我跟他换也不是不行，算了，不跟他打了。万一旁边出来个泰坦，我们又死了。其实我觉得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我，我可以跟他干一干。好像干不过。干不过，怎么能干不过他呢？小心后方的鳄鱼啊，兄弟们！我没干过他，还是别跟他打了，跟他打了三波了。没有一波是能干死的，我们还是没有贯彻自己的思想，我还是有点起杀心了，这个杀心起的不太好。给我掏喷的雾带，那你都来一个人给我治治他呀，你说他见面就他妈跟我打，那我就跟他打，他见面都跟我干，我就跟他干，能不能来个人治一治？
真眼儿。上路的线儿啊，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小龙吧，塞拉斯没有大招啊。哎呀，哎呀我靠，我这波狙击打的已经可以了，我说实话，但是没打住。哎呀，这怎么能没打住啊？可惜好了，没按出来，不让我按，给我控死了。他怎么这么猛啊？因为他三件套，我们一件半。有点难办。狙击不行，这剑魔玩不了。阿贵你躺下死了。我在干嘛？哎呦，
哦，他十七级，我的天哪！热血战斧没出来。엄청나게파괴되었습니다现在不是想不想赢的问题，确实是玩的不太行。